什么意义，我正常情况下多一点买些，然后我不太行动了。那楼上给你摆摊儿那个还真是要钱的东西，要不要开人要价啊？比如以前那个炒菜还有真的应该有的开人了，但是你要看他的购买能力吧。万一这个人还有的时候，他今天穿了一个特别比较邋遢的，但他的气质你可以感觉得到，可能如果你打折要多的话，你可以感觉到。我就想听问你，刘老师就是郭老师家的事，看看他有钱。你这样吧，你判断一下，梦可以买房，判断三个人一定有钱，他也判断得出来。这个我觉得，这个我觉得刘老师这个话算是在讲多了。哎呦！
跳舞，我的小指头，变变变。